偷偷告诉你们，我们有特异功能哦。没错，不用羡慕，只要你来到异国风情街，你也可以七个国家任你跳跃。哎，人呢？怎么还不等我？안녕하세요。哎，这里是日本。哎 ，sorry。干巴爹。其实雷门是什么来的？雷门是日本东京的一间庙宇。日本东京 Tokyo 不是 shopping 岛的吗？哟，我讲那么多你也不懂了啦，读多点书，读多点书啦，去。欧巴。一下嘛，我来施一个咒语，马尼马尼轰定！哇，快走，快点 ！Hello， 你好吗？阿布加，不动哎，下一个，去看别的。Hello， 你男朋友在听着啊？哦，手里还不在线，你可以挂了，拜拜。是哪个跌倒耶？我们扶他了，等下他就躺在地上，脚抽起来更奇怪耶。这样子我们，哇，电话掉了耶！拿着。哈哈哈哈哈！做好事，坏了笑人家。哎，那个人在拍照，怎么你要去跟人家拍照？怎么能少了我呢？哎呦，对哦，没有人帮我们按哦，怎么样拍耶？不行啊，等一下，很爽。都没有人帮我们拍，还比去别的了。好啦，玩够了。我想看到我们等下看到是什么反应。好啊，麻利麻利轰动。第一次来，它的色很美耶，每个东西都好像活的这样栩栩如生。走，我们去拍照，快去 ，Let's go！ 哇，很大的圣诞树哎，还有很大的礼物，那个是我未来男朋友送给我的。你有男朋友吗？都讲未来了，不要理这样多啦，我们去下个地方了。等一下，几点了？他手表怎么？我要在12点前去完全部其他地方。这样啊，我们快点去下一个地方找你的玻璃鞋啦。嗯。